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怒放本色，新时代齐骏。感谢本节目指定作家东风日产齐骏的大力支持，一路轻松相伴。感谢节目指定休闲食品上好家的大力支持。感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三兄弟经过一番辗转颠簸，终于到达万里茶道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内蒙古自治区的二连浩特。到了二连，整个风景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他们根据一张手绘的地图，在荒漠中搜寻目标。我们应该一直走，哦，不左转，不左了。是啊，哎呀，不要左转了，听我的。完成了出境前最后的几个重要任务。哇哇，哦耶！下一站，他们将去往哪个未知的目的地？月亮出来了啊！了啊！非常的好，你冷吗？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照到了我的屁股上。哎，您这是带来朋友？记不记得？对，他是曾经走过这个茶道的葛巴老师。走过茶道啊？对对对。你好，你好。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葛巴老师就会成为你们的向导，带着你们前往这个非常美丽而神秘的玛瑙敖包。那有好多古董吧？我有个要求，你必须抹上，戴上这个眼罩。为什么？这个敖包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怕你俩偷啊。我刚才为啥没上眼镜，没好好给你介绍啊？第二去的人就多，来的人太多了哈。对，那个敖包上因为是全是很多玛瑙石啊，哎呀，就是原来有人挖过，就是拿挖掘机挖，所以就怕破坏。我告诉你，我闭着眼睛我都能够找到鲁洛条。你知道草原山怎么开车吗？不知道。就是这种砂石路最少的60迈。哎呀我娘，那太颠了。不，60迈才不颠。
下车吧。哇，哎，哇，好漂亮！敖包是蒙古语，意为木石土堆。原来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人们用石头堆成的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逐步演变成祭山神、鹿神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因为二连浩特遍地都是玛瑙石，随手在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头，就有可能是玛瑙或者化石。而眼前的这个敖包，正是用玛瑙石堆砌而成的。一公平呢，放在他那个前面绕三圈，完了可以许愿，许愿，对，你可以许一下。茶叶，茶叶，对，盐，乌金水。哦，这个绕三圈，边走边撒就行。面对的是沙漠。我们看见晴空，前面不是尽头，那是我的美梦。一开始是寒冬，我们去找春风。这一路走下来，从福建到现在，已经对茶跟对这条路已经产生了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情感。就走这条万里长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巨大的这种文化内涵，认识了茶的历史，认识了茶的由来，认识了茶的做法，认识了很多茶的品种，这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找不到北的夜空，我是我的英雄，前方自己的行踪，我们说走就走，走了够不够远，够不够久，行，我们就记完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谢谢。嗯，护照上盖章。啊，国内就马上工作吧。OK， 好嘞。开始走最艰苦的一段，就进入到一个无人地带，而去到欧洲，天气的条件严苛许多，我们顺着感觉走的。接下来你们三位呢就要前往乌兰巴托了，那你们会在火车上度过17个小时，而且这17个小时很抱歉的告诉三位是没有什么补给的，所以你们必须自己去超市来购买补给。那我呢会给你们200块，这200啊，请注意只有200块钱。同时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因为你们的用车期限已经到了，所以接下来去超市的这段路你们要骑电动车前往。七线。好吧，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发布这个任务了，希望接下来你们在乌兰巴托包括在俄罗斯所有的行程都能够我们会想你们。好，再见，希望你们快快的完成你们的万里茶的顺利。拜拜拜拜拜拜，我也会想你们。
大了。哎呀，你气死我了！你那小小的剥半，这个小的甜，你剥半天就吃一口。不，这个甜。你那，你剥一次的分量不可以吃两次？是不是这个甜，大姐？对。不懂生活，你活也不会买菜，你赶紧你去买你的干。咱们要我买水果，你赶紧消失。咱们实际一点好吗？不懂得享受生活。哥哥，哎，我觉得没有钱，我拿的都是这种，太小了。那你就把小的放下，咱们拿大的。大哥都是零食是吗？我刚拿掉好几包，因为刚里面都有。他拿了好多是吧？对啊，在哪？这是我们大哥的最爱。不用了，上好家鲜虾条，我们大哥的最爱。我们就17个小时火车，应该用一个差不多吧。对啊，可以。他又不吃纸，是不是？哎，我要用我擤鼻涕啊。也不能擤400张吧？这多少钱一斤？一个400张。够，一个肯定够了。万一不够，我万一拉肚子。够啊，一个怎么不够？车上我跟你借行吗？还有8毛钱是吧？对。有黄瓜吗？8毛钱来根黄瓜行不行？这送你了一根。来一根就行。谢谢。送你能送两根吗？可以。哪个好？最好。谢谢。这全刷了。3个人一人一个。谢。哎呀妈，太仗义了。那他们有那什么了？要不你给我多一根，我再吃。可以。我们这借人一次超市跟土匪似的，对，连抢带拿的。哎，再见，再见，走吧。哎，谢谢谢谢，再见了，拜拜。去哪儿啊？火车站，一直走。要出国喽。我跟着王哲杰。哎 ，Can you speak Chinese? No. Nathan Zhao.Nathan Zhao， 我不上去，太高了。万里茶道，百年康城，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感谢上好家大湖果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湖果汁健康每时每刻。感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节目特约互动 APP 星期一，看明星学时尚，买同款就上星期一， iOS 与安卓渠道均可下载。第一次坐火车，然后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有使命感的。
你其实是通过我们走这条茶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文化，了解这段历史。就我不会觉得这是一趟旅途呢，我们怎么从夏梅村到了江西，到了湖北，到了湖南，到了河南，到了山西，到了张家口，再到厄连浩特，发生了好多事情，经历了好多东西，遇到了好多人。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说会这么快离终点这么近，我不太敢去想，但每当我去想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又有点不想继续前进，因为我觉得我怕可能到终点的时候会有点舍不得。夫君准备拿什么？拿双袜子，因为我的袜子昨天没换，但是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基于对于我两个兄弟们的求救，我得换一个干净的。臭脚味儿，真的？嗯，我们这个没味道。小树林还是温暖的。是他的味儿。全新的，都是新的。要换袜子。微微不用换袜子，我们不嫌弃你。我已经在换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今天晚上。不知道能不能睡好，因为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新的环境要需要适应，所以今天晚上还不太确定能不能睡好，明天告诉你。伦哥，今天早上我们需要完成一个任务。新的任务又要来了，三兄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每人学习三个蒙古语词汇。乌努哥，乌努哥，对，乌努哥，听我说呢，这是双色的啊，我这么多，换一个吧，还有几期了，就这个去，住 Michael Jackson， 住好，搞定。每人学习三个蒙古语词汇，然后去别的车厢邀请一位陌生的蒙古籍女士来他们的包厢喝茶，顺利过关才能得到下一站的任务卡。我选了这三个单词啊，口渴 ，Anchang Beno，Anchang Beno， 免费，乌努狗，免费是乌努狗，就是听我说，你好，是塞贝诺，我选的是口渴，明星，惊喜。口渴怎么说 ？I'm Chuck。哦，明星是 Joe Jackson。惊喜 ，Surprise。OK， 好，到包子。哈哈，我选的是口渴，明星，听我说。口渴呢 ？I'm Chuck。所有人的 I'm Chuck。明星 ，Joe Jackson。Joe Jackson。听我说，塞北。Mini game， 三扫雷。Mini game， 三扫雷。好，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完成这个任务。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就不会主动去搭人家女孩子跟人说话，完了还要请人过来喝茶，是喝茶吗？别装。是这样，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我们有我们游戏规则。蔡丁壳谁输了就把女生找过来。我不要。万一你们选的不是我喜欢的呢？那你去选吧，我来找你。蔡丁壳，你来，别，你找我去。剪刀石头布啊，来，单边我倒霉。啊。单边我倒霉，单边我倒霉，霉。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们不会泡茶，你知道吗？我们会，你们不会泡茶，我们会。对啊，快去，这一路我们学了不少了，快去，快去，到你了。上面都湿奶了，我告诉你，该你了，快点睡吧，哥哥加油！你穿得很帅的，加油了啦！我穿着睡衣请人来，人家肯定说你要干什么？爽是吧？啊，太舒服。会泡茶吗？太舒服了。在这装什么样啊？啊，微微说的会。清闲都回房间。这要往哪儿走啊？你觉得伦哥会有问题吗？不知道。以他的情商跟智商。不知道。我怕他带三十个回来。我要聊到下一场。这有这么多漂亮女孩呢。My name.林依轮，林依轮，对啊，朱嘉欣 ，you know， 朱嘉欣 ，yeah， 哦，是吗 ？yeah， 哦 ，M Chang，M Chang，M Chang，T，T， surprise。Please. Tea. Tea. No?都是错的吗？T 给你面子，不用了，给你点面子，你喝吧。OK， finish。你怎么不喝 ？Cheers， 他们在这很爽。Cheers for 伦哥。OK，Cheers。你们就是你们平常去牧区，比如碰到一个女孩了，或者碰到一个牧区的人了，然后你想问什么？你别随便跟人家搭讪啊！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人家看到你的脸，你以为我是伦哥呢，是吧？Hello， Hi， Can you speak Chinese？那我问问你，那个口渴怎么说 ？I'm chunk， 可以直接说 I'm chunk， 可以吗 ？I'm chunk， 是吧？完了，朱 Jack Chin， 朱 Jack Chin， you know， 朱 Jack Chin， I'm 朱 Jack Chin， you， I'm chunk， I'm chunk， T， T。And I give you surprise, you know? May I? Oh, thank you. Ladies, tea.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What's your name? Sahna. 林依轮。林依轮 ，Sahna，OK。
弟弟们，我回来啦！我祝你做，请你们介绍。Hello, Sakna, Sakna. Hell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Sabino. 包子 ，Sabino. 李威 ，Please sit down. Sit down, sit down. Now, let's go, please. You, I'm Chunk. I'm Chunk. I'm Chunk. Chunk. Dream tier, okay? 这两个都行。Chinese tier. Chinese tea. Very good. 你说这太尴尬了，把人请来跟人聊什么呀？聊多聊聊啊，聊聊人生。You have a son? Son. My son, two boy. You? My name. 是啊。One girl. One girl. Two boy. Wow. Three. Wow. Three. How old? Good. How old? One girl. How old? 30，就三二十九，30岁。39，妈，那是他，他说是他。秦倩，不可能。想问这姐姐多大？怎么说来着？那是对一个三十九，38岁。你看，就说嘛 ，Chinese tea。来来来来来 ，Thank you，Thank you。Your husband。刚才他那个他先生坐在旁边，我说我可以单独就请他一个人。今天派任务，我去跟人沟通，学了话，学完了以后我又再确认是不是这么说，哦是这么说，到了那儿跟人一说，人就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我发现到了蒙古之后，可能他们真的是不太说英文，就英语是没用的。所以沟通上会增加了很多难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就是演员的脸皮厚，你没办法，你得什么都得招得使上。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们首先一个不会觉得你有恶意，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能把事情去解决了。来，搜狗，就搜狗。乌兰巴托的线索卡。不要再学蒙语了哈，我说的那个他们都听不懂，都听不懂。发音。三兄弟完成了火车上的小任务之后，得到三张线索卡，分别是一行蒙文、10万蒙币和一张成吉思汗雕像的照片。这三个线索和他们踏上蒙古国之后的未知任务之间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给了我们12碗面前300多，对，300多块钱。让我们要干什么呀？让我们要干什么呀？乌兰巴托是蒙古国首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工业中心。它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面积为4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1.8万，其中70%的人口是年轻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年轻的城市之一，市中心高楼林立，而在郊外仍然有许多人，他们远离现代都市的喧嚣，依然在坚持着传统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蒙古对我来说不太一样，因为毕竟现在跨越了边界了嘛，觉得那个感觉可能对我来说更新鲜一点，好像很熟悉，因为都是黄种人，但是又好像很陌生，因为讲的语言完全都不同。但其实他还是保留了很多我脑海里面原始的蒙古的那种感觉。根据火车上得到的线索，他们决定先赶往乌兰巴托市郊的成吉思汗雕像。哦，到了到了到了。I know.
个啊，你属牛的呀。哪个？你属牛的。你转过去我看看。We failed, right? Yeah. 啊、beautiful. 哇，那是真的鹰哎，哎，老鹰。So beautiful. 我要拍拍它。哦，这个拍要给钱的。嗯。How much? $500? 500吗？5000？ Three? 3000。3000。5000。哇，蒙古币。呵呵 ，this big one。来吧，这怎么也得来啊。这个好，这个是5000。对。哎。哇哦。嗨。Three people。一万可不可以？谁在笑？一万可不可以？我只会说披萨韩文。哎，贵怎么说来着？英文。Too much money。我说贵怎么说？就 too much money 吧。Too much money。Yeah。Too much money。Together, three people. Can you give me a price?Three, total. How much? One. Huh? Okay. Total. 哎呦，还不 no. How much? 这怎么是两万呢？这啥玩意儿？没有一万啊。How much? Three. Yeah. $10,000. Okay. 啊，一万块等于是多少钱？30多块。什么呀？30多块。30多块怎么了？哦，30多块 ，OK， 30多块，这我们三个人，我跟他讲了个价，总共10,000块就可以了啊。微微，你给他拍一个。哇，这么重啊！哇，太酷了。来看我这边，怎么样 ？OK， 来看我，看我一下，一二三。哇，太酷了 ！OK， 还没有，没拍到呢。有没有？啊，你没拍到？我撑了那么久。有，但是虚了。啊，没虚。哦，还可以，还可以，非常好， okay, 非常好。Okay, 非常的有吗？非常好。该你了，微微。啊。OK， 好。哇、哦，一二三。哇，好漂亮！看我，看我！啊 ，OK， 啪啪啪，对，动一下，手动一下。来，呜！Hello， this way， where？This way. Yeah. Where? This way. Up. This. Right. You had it. Yeah. This. I know. Yeah. Then you go. I don't know. I want to go to this. You go. Up. Check it out. This.哎，哥哥，啊，I know, OK, thank you, 哎 ，I know, thank you, 拜拜，哎，我知道了，他，哎，拜拜，走了，他这个应该就是来这儿做任务，这个可能就是咱要去的那个蒙古包，啊哈，所以咱们先上去，要上去了哈，任务在等着我们，好，走吧，我估计这是蒙古包，因为他们两个该认了半天，说指那边，我想着那边可能去蒙古包的方向，哦，所以这边应该就是做这个的任务 ，OK。线索卡在包子呢，包子，这你问到线索了吗？我不知道啊，找你找半天了，我
你们问一下吧。问，对啊，问一下，我们那些能吃的吗 ？Hello, you know this? It's what's mean? It's one of the first name. Name? Man, yeah, name. Name, oh, a man. Man, name. Oh, man, name. Name, yeah. How to speak? Nathan Zh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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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s name. Yeah, yeah, okay, man's name.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Nathan Zhao 是一个男生的名字，那个线索你可以找一下。是吗？对。Nathan Zhao. Nathan Zhao. Okay.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athan Zhao. You Nathan Zhao? Yes, no, I'm sent. Nathan Zhao. You name? I'm not. Hello. Hello. Excuse me. You know this man name? Nathan Zhao. You know? You know?李威呢？李威呢？哇！你们会合，完成任务。包子，那你帮我拿着，好吧？我去找。那找了没有？找了。二楼我找了。我再看一下。二楼那个。啊？没有。没事，我再绕一圈。真的没有。Nathan Zhao，你可以到三楼看一看。Can I speak English? No. I'm looking for Nathan Zhao. You are.Arsenic. I'm sorry? Arsenic. Okay, 在三楼。三楼啊。Thank you. 走，这边有电梯。这。电梯，看着咱们坐电梯到三楼。那该不会是爬到成吉思汗的头顶，我就知道。啊，要上去啊。我母鸡啊。在这个博物馆里，对蒙语一窍不通的三兄弟能否成功找到那位神秘的奈丹加布呢？万里茶道，百年康城，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感谢上好家休闲食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好家食品一路轻松相伴。感谢全球电动车真正领导者雅迪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节目特约互动 APP 星期一，看明星学时尚，买同款就上星期一， iOS 与安卓渠道均可下载。本节目由大山味道福建6000尺生态山泉水提供好水。啊，现在到了。哇！Hello. Do you need a job? 哦。
让你去蹦极啊？哦，我不蹦，得打死也不蹦。这是要干什么呀 ？We're going。啊，我知道了。好了，我们上车了。去他家。You home, you home, 蒙古包 ，right？ 啊，对对。Where go go you home？ 来 ，right？ 咱们要去他的家。找到了那一单加布，三兄弟将在他的带领下驱车五小时，前往乌兰巴托以东400公里处的肯特省吉日嘎兰图乡，去拜访那一单加布的一家。去牧民人家做客，绝不能空手，必须要采买礼物以示尊重。一般礼物里要有送给男主人的酒，送给女主人的面包和饮料，以及送给孩子们的糖果。三兄弟要用火车上获得的10万蒙币好好挑选一下。这里边怎么有这么多东西？看这有酒，看什么都好吃。哇哦，蒙古 people like yes this 啊 ，OK， 买糖，这是1100，拿两包是吧？小蛋糕，小蛋糕 ，juice 啊 ，juice。OK OK， 77000。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买点东西。刚刚剩的钱，我跟他们要了500块。能充饥，挺甜的。这种天冷的地方需要吃点甜食补充热量。可以多拿几个。15000。好。现在15500。这15500？对。这一瓶是900，3927，5000加27是7700，这两个是1000多，这才多少钱？不可能吧，15000。就是，这两个，这两个4200。哥哥，对，这两条毛巾4000多，我们现在只有1100多块钱。这两条毛巾4000多。那就不要了，啊，不要了，谢谢，拜拜。我想吃，走啊走啊，我想吃，走走什么走？自己买的东西都不拿，往哪儿走啊？把钱给人家了，把东西放在这儿，送大礼是吗？哎 ，OK， 俩人呢？在我的想象当中，没有像这么大的一个草原啊，就是你只有一条主路，但是周边全都是草原，什么都没有。你就是看见现在可能是冬天，它都是泛黄色的。那如果是夏天呢？你想想，全都是绿色，满山满，哇，多漂亮，多好的风景。三兄弟终于抵达了草原深处的蒙古包，主人家用传统的蒙族方式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哦，再有酒，谢谢，谢谢，妈妈，哎，啊，哎，爸爸，啊，弟弟，哦，来，先进来，先进来了。哇哦！蒙古包包内宽敞舒适，既便于搭建，又便于拆卸移动，适于轮牧、走场居住。蒙古包独特的制作技艺，
体现了蒙古民族的审美观与高超的技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拿上以后闻一下，就是一路吉祥的意思。哦，一个习俗。对，蒙古人的一个习俗。对呀，好香啊！烟火。啥个都是冰。给他还回去，然后下一个。哎。哦。自己接了。OK。谢谢咱们。哎，白日拉。白布拉，真很小，对不对？白布拉，嗯，来，哎，唱吧。白布拉，白布拉，白布拉。首先是用右手接。啊，右手接，嗯 ，OK。哎，唱，白布拉，白布拉，这个差不多了。这个蒙古人最尊重的就是来远方的客人，就是用银碗倒茶，银碗倒酒。银碗，好。哦，嗯。那喝完茶以后，我们可以把银碗带走吗？那个，好喝。你再吃一个。我吃了。那个，谢谢。谢谢他们接待我们。我喜欢吃那个那个那家吃的。对。这是在就是喜欢吃。谢谢谢谢。他们家养了多少？是养了牛还是养了什么？当时就是在蒙古当地是千户。哦。千户啊，这是千户。嗯。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牧民之家，世世代代都在草原生活，同时也是蒙古国政府颁发的牵头养殖大户。三兄弟将要在这里生活两天两夜，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体验当年茶道商人的艰辛。这个小朋友是他们俩的孩子是吗？对对对。蒙古人信藏传佛教，他要敬到那个佛上的，在佛上的那个城，还有一瓶就是打开给他们敬，一杯一杯的倒给他们敬。好嘞。哥哥。哥哥。哥哥。好。我有啥？哎哎。好嘞。这是天空的。每天。今天。给妈妈。好多。客人进入蒙古包后，要送上为主人家挑选的礼物酒，男主人会当场打开，客人就要按照这个家庭的长幼尊卑一给大家敬酒。喂，好，没事没事，你小心，你让他喝，他一会儿灌你。是啊，随意随意，没关系。哦，那个还没有喝。我们就大哥就代表就可以了，是吧？对。我现在可以吃饭了吗？豆子，走，吃吧。很好，很好，可以吃饭。哎，我一吃。Chinese language， 爸爸。嗷嗷，妈妈。H。嗷嗷 ，age， 嗯，嗷，
谢谢。所以接下来要干嘛？喝酒吗？哇！酒足饭饱之后，妈妈又拿出珍藏的马来酒，款待三位远方来的客人。其实妈妈不用那么实在，都那么。一直看着我哇，说真的，完全是我没有喝过的那种酒的口感，这感冒非常好是吧？别来干了，这个不容易感冒。别快喝不了，他感冒了。对，鼻涕虫。이제아니야저렇게지내냐아니아이렇게뜨겠네잘나갔다고하더라고이거동생도不感冒我们三个把它喝一我喝完把这碗喝完我喝完我干了我干了干了我干了吐了嘿呀吐了嘿咋的你咋的好，来说第二杯。你谁啊？你要喝吗？哇！喝酒这个，哇，真的，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不是能喝酒的人，龙哥也喝不了多少，然后微微呢，他可能最近因为是生病、感冒，所以他也喝不了，那也只能我喝了。对，稍微的多喝一点吧。今天接待我们的蒙古的朋友，给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晚餐。然后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个纯善良跟热情。就这就是他们主人的待客之道，所以你说他们是一个礼仪之邦，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完成三个人抱着睡的计划，终于不用再做任务了。今天你每一路很多很辛苦，然后可以早点休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明天接着喝。老王，哦，真手都黏了，就是一接触水之后，整个变，哎呀，红。对啊，像冰块一样，瞬间就黏住了。真的很夸张啊。此时此刻呢，我已经躺到我的睡袋里面了。然后呢，这是今天的视频日记。我现在已经不能动了，因为我全身上下已经躺进了睡袋，因为实在是太冷。哎呀，你们好凄凉！你得把这个垫在里边，哥哥。我就不能在里边，你要垫外边吧。垫外边，我让它先暖一点吧。哦。前面烤我的脚啊，后面有人在发电了。微微演出开始，追光，追光，追光，哦，有追光，哦，我脸有光了，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大哥打的光。我今天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守炉者，就是这个炉呢，得不断的保持，就是燃烧。
万里茶道，百年康城，欢迎收看由百年康城独家冠名播出的东南卫视《茶道真兄弟》。我跑起来了，加油，大哥！我负责阻止他。我们找到美梦，一开始是寒冬，我们走出春风，从此有一双手。